4月26日，刘老根大舞台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视频，曝光了赵本山的近况。网友们在看到这条视频后，有人评论本山大叔居然还能吃冰棍，实在佩服，还有人夸赞喜欢本山喜剧王，现在还反复看赵本山的小品，无人能超越。也有人表示女儿像爸爸，儿子像妈妈。赵本山的确是一位很优秀的艺术家，他曾多次登上春晚，与宋丹丹等人表演的小品至今无人能超越。不久前赵本山近况曝光后，不少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，因为他当时明显有些疲惫，不过后来与宋小宝交流期间还是很开心的。如今赵本山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，祝愿他的家庭生活能够幸福美满，身体健康。